刘敏，嗯，我带你去学一下品。学什么品？看一下鞋子。鞋子啊？那也可以啊。鞋子还有什么其他的不？鞋子先看好，看着你其他的你都看都不想看了，我跟你说。那行吧，先跟你一起挑吧。好。看到没有？咦，看到了，那你？看到你跌着鞋了。这个鞋的话，质量也很好的，就是我去年的时候去播衣服的时候啊，也就是有穿插过卖鞋子嘛，也有他们家的品。这次他跟我说，他说他们家来了很多新款，然后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嘛，那我过来看一下。来哥。哎，欢迎你们来了。啊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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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跟你说，这是我弟媳妇。啊，欢迎。你好你好。咱合作这么是第一次见啊。对，我也是第一次来。是是，嗯。你说这一次来了什么新款？我看一下看。比较多，像这款，很多新款特别多。啊。这款是情侣款。情侣款。爆米花大底的。因为像现在热天来了的话。像这样子的，我跟你讲哈、啊，鞋子呢也很讲究，它这个是爆米花的大底，看到没有？爆米花大底，爆米花大底，哦，很软吧？而且关键是，啊，它情侣款呢，按一下很软，而且呢，这个地方它有个叫机甲鞋，就解放你的双脚的，就是说系鞋带不用系的，一拉出来，一打开哈，放进去之后呢，就可以穿。这一按，然后，一下就可以了。对，而且这个鞋超好。今年好流行这种纽扣哎，我给妞妞买了两双，都是这样的纽扣。有男鞋、女鞋、夜光鞋。哦。它晚上就可以什么跑步夜光，一个鸡蛋掉进去的。夜光啊。对，它有夜光条啊，什么都有的。一个鸡蛋掉进一个鸡蛋哈，看进去都不会碎的，因为它的弹力特别好。弹力特别好。对你，你可以按这个脚感，你可以按按看哈。啊。我这边吧，你这样按。真的。然后这样按哈，看到看不了啊。啊。啊，很软。真的可以啊，嗯，就这样都可以的，试一下看看。你叫他试一下，啊，你穿，行吗？我穿一下。都这个可以穿的。对，试一下看。就是拿出来，打开，然后呢，你试一下。嗯。脚感感受一下，嗯。他这个气垫鞋，跑爆米花鞋，我真的听说过。对对对，按一下。嗯。哇。而且这个袋子哈，啊，一桶水都可以拎得起来。好舒服啊。脚感怎么样？很，你看。真的有弹力的感觉，重点是踩下去，你看这里踩下去，哎呦，小心点啊！你，这里有像有弹力的感觉，对吧？嗯，是的，真的可以，很舒服。这是情侣鞋，情侣鞋它有男鞋女鞋，到时候我跟阿杰一人买一双，可以可以，这双鞋不错，那你我去挑双我喜欢的呗，好不好？好啊，你来挑嘛，嗯，我反正我就喜欢，你知道我的那个风格，喜欢穿那个乐福鞋，对，这乐福鞋，对，乐福鞋不是全部都乐福鞋啊？对啊，你可以试一下。我没尝试过的，这是那个厚底啊，厚底的，对，没错。我喜欢尝试喜欢这种矮一点的，啊，简单一点吧，简单一点，嗯，肉皮很多，这个也好看啊，这个啊，嗯，这个也可以，对，嗯，这是一个爆品啊，爆品啊，还没到，还没到啊，嗯，因为货都抢不到，我看你明天上午能不能到，你爆品呢，你留给我们嘞，不要给人家嘞，货都抢不到，抢不到，啊。我跟你说说，你到时候把我那个给我们搞一点嘛。对，反正你说留一点嘛，我留一点吧。坤哥，坤哥能搞定吗？那个爆品能不能，要么今天，要么我们空运过来？哪一个？就那个乐福那个爆品，不是破产的那款吗？搞不定，你想办法吧，我帮你自己想办法。想想办法吧，想想办法吧，这要给我们搞一个，你说那个爆的啊？对，我们还是要爆的。好，啥事？你看这个鞋确实也多，你看我们两个人都觉得喜欢。老妈，因为老妈穿的，像我妈妈也都穿的。你妈妈那种有妈妈鞋？妈妈鞋，我想给我老妈去穿妈妈鞋。这款的妈妈鞋专门还是有的。我看一下嘛。我拿给我老妈打个视频，给她说一下，看她喜欢吧。行，我就给她也买一双。这个也好看，这个也好舒服的穿着。这个是妈妈鞋好的，这个。嗯，这个也是妈妈鞋，这也是穿妈妈鞋。还有一个黑色，哎，把黑色拿过来，看看。这个也可以，软。嗯。很软的。还有一个黑色软底的。橡胶果冻大底吧。嗯。我感受一下。这个真的可以。站卷一下呢。哎，就这样卷。可以站卷。哦。这个舒服，柔软。啊。是吧？这个到时候朋友们，我建议大家人手一双。真的，真的软哦。嗯。行。那没接就直接给他拿一双喽。
就直接拿上嘛。啊，你上脚这么，你试下一个颜色看看。干嘛？没接。啊。就直接给他拿了嘛，对吧？老妈，我知道他穿什么码的。知道啊。嗯，老妈就跟他拿黑色吧。黑色也可以啊。嗯，你有我两个艺人就拿上这个白色，你黄色啊。啊。好不好，老妈？嗯，小丽也弄一双吧。啊，可以。小丽，我们三姐妹也搞一双啊。嗯。老妈就拿这个黑色的，可以吧？可以。嗯。这个鞋反正穿就是真的舒服。我今天来看你这个鞋，我觉得这些质量啊，各方面都是挺好的，是吧？嗯。我也挺喜欢的，还有好多款我也觉得也挺可以的。啊。就是还有一个爆品。对的。就是、爆品今天晚上空运出来。空运的。对。这样子吧，说我看你这个鞋好，你就给我按几个爆品可不可以？我就播一下你这个鞋。爆品啊。啊。爆的好一点的，那肯定没问题，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。但是没问题，但是价格这方面，你肯定要给我到一把。因为梦妍也这么久了嘛，合作了哈。啊。那这样子嘛，跟你这样多不能多啊。啊。明天我就，因为毕竟你说，所有都，所有都很价格很那个也不合适啊。我挑几个品，大家反正就新的一年嘛，就挑几个爆品这样子玩一下可以，款式不能太多啊。好。那可以，反正。啊，价格呢？你说的，反正你直播间你看就知道了，什么价格。啊，我定是不是啊？那你不用说的，肯定啊。我定的，那你定的。你有这句话，那我就很信心的啊。只要我定，这个老板，有这个东西，他这个东西多，知道吗？你怎么说他都没关系，怎么砍他都可以。那就行啊。是干几个款不能多啊？因为很多大牌都是在他这里，从他这个他是也是工厂店，从他这里做货出去的。像什么卓什么泥呀、啊，还有什么什么康，对，都在这里，对，这些就都不用说。所以说，那就德哥，你看我喊的这么好听是吧？声音喊的那么甜是吧？嗯，那就择日不如撞日，就干脆今天，你现在下午也没什么事啊，我们就直接中午十二点钟。你这么远来了，有事的有事的都只能说没事。那就干脆中午十二点，嗯，你赶快的话就是把你那个路上的品还没到的，你帮我安排一下，让他们直接送过来是怎么搞？我们十二点钟就开播，你准备一下吧，要不？十二点。对，十二点。啊，你看我们今天早上也起得很早了，是吧？对，就是想跟你看一下，所以说你这个鞋好，嗯，我们挑选看一下，你试了一下还是可以，上脚不是很。啊，你交代一下，这边就赶快让后台准备一下吧，好吧？交代一下吧。我们选的那些品的话，你都要放进去。可以的。啊，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谢谢德哥了啊，谢谢德哥。谢谢。嗯，那我们两个就负责等一下怎么砍的。哦，这个我要使劲的砍。嗯，看到老板吐血了，他说了让我定位是吧？那我肯定是给粉丝加那个吧，是不是？啊，很狠的那样。嗯，这样呢，记得啊，等一下中午十二点，好不好？好。现在鞋我们也看完了，但是整场下来的话，我还想穿插点别的品，我们带你去看一下包包。啊，小明，你知道今天我带你是去什么地方吗？我在外面都偷偷看了一点的，是吧？太聪明了，走，我今天带你到这个包包的源头工厂这边的展厅，咱们敲一下，看看到时候有没有大家喜欢的，喜欢就咱们握一下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走，来走。哇，这个好看。太安逸了，每一个款都好看的，是不是？啊，我说每一个款都好看。你是不是长这么大没有见过这么多包包？那还不是第二次。第二次啊？第一次是那一次，我跟老杨他们来了一次，也是看到这么多包包啊。但是你想一下，隔了几年了，也好久了，也没看到这么多的包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这个的话是源头工厂，是姐和姐夫特意给我们介绍的。然后之前我到杭州来那么多次，我从来没有来过。没来过啊？这是说明姐姐姐夫很给我面子，那我要来专门带我这里来，是不是？对你待遇不好是吧？哇，姐夫，你是不是给我特殊待遇啊？对。哎呀，感谢，也是王老师，我心里好甜。但你这也很容易得罪嫂子。我没事的，我现在已经跟他们很熟了，他就对我像自己人一样的。对，这个也可以哦。哇，姐夫，这个款式也太多了吧？那你挑嘛，好好挑。挑啊，行，那我就挑了，好不好？耶，这个我觉得适合我耶。哪个？这两个都适合我。大包出去带东西方便，你知道我现在带小孩子哈，出门要带点衣服啊，换点奶瓶这些，是不是很方便？啊，一手一个包，这样就没那么那个了嘛。对，
这个也可以。这个啊，嗯，这个也还可以。我看你背着这个包，你还是上档次了，感觉。你是不是从农村姑娘一下变成城市人了？这个你别说，我也还挺喜欢的，我也挺喜欢。真的，你看这个简约大气，对、啊、你也可以啊，这点好看啊、哦。你去挑个，这个是我的，你要挑起啊。啊，款式很多。款式蛮多，对。这个怎么样？哟。这个闪光光的更好看的，更有档次。啊，眼光不错。眼光不错啊，姐夫、嗯。这是火货，应该是。还这个呢？哟，这个也可以啊，啊，更好看、啊。这个就是比较。比较时尚。嗯，比较时尚啊、嗯，时尚。接着看一下。啊，穿什么衣服都能搭。这个衣服还真的还挺搭的嘞。嗯，可以，是吧？我去大家镜子看，这个还真的可以。它这个比斜挎还可以这样。这样提的嘞，哦，嗯，对，是吧？其实这个，这就像那个陈姑娘的有气质，陈姑娘就小清新了，适合你。我现在是宝宝，宝妈，我就适合这种。你试下这个看，这个，嗯，啊，也可以啊、哦，是吧？我中意这一个，我中意这个。眼光不错，眼光不错是吧？嗯，但是你也看啊，因为我们来到了源头工厂，这个价格呢，就都不用我说，平的话基本上是有几百类，几百个款式对吧？对。那嗯，我们就直接决定，今天中午吧，12点钟在土家老院的账号上给大家分享包包啊，还有鞋子，对，一起，希望大家的到来，好不好？好。好。这里款式多多。惊喜多多，惊喜多多，对，实惠多多。对，反正这个嘛，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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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、嗯，价格的话，大家可以也不用担心，只管交给我们了、嗯，到时候你们会看到的，好不好？而且平时的话，你们可以不信我，就是说我眼光不行啊，我大家看我穿着打扮也知道，但是今天刘明来了，不一样的，好不好？怎么不一样？可以，眼光特别好。那好了，我们就中午12点，朋友们不见不散，拜拜。